爹嘞，家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每一摆呐，甲即期诶，即个即节课啊，我拢非常欢喜啊。我看下骹所有学员嘛，拢足欢喜诶，因为等下就要安那，要放学，安尼会艰苦无？哦，别讲，未艰苦。我无上课，干呐坐楼骹，我坐甲忝死，未艰苦。你拢无良心啊！我甲你讲吼。甲转即款的年龄过来去上课哦，啊上安尼上几工哦，艰苦啦，我无骗你啦。来，我要接迄个，因为咱即期吼，我有小可减较少，因为我啊做伫长的时阵哈，周日啦哈，就是因为咱拄啊日本的自卫队来嘛，所以我时间叫切去，啊所以我是惊讲吼，咱即届我无讲个较彻底吼。可能不一定会当来了解，所以呢，我要搁再回头安尼将这个台湾的地位哦，简单搁讲一摆，予大家人来了解。其实，1945年的8月15日，日本天皇投降。注意哦，我无讲日本哦，日本政府哦，我讲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投降。因为这战争犯吼，有一个对象，啊，征服者嘛有一个对象，征服者，这是者是啥物啦？那阵国家甲国家吼、哦，迄无算，毋是讲国家对国家，不是这样。即、这个战争回来，即有一个 conquer 征服者，一个人啦、啊。国家就是啥物人做代表，总统。啊，那阵是帝国呢，就是皇帝。所以征服者，其实台湾的征服者是啥物人？你敢知？是杜鲁门呐、啊，毋是美国啦、啊。那一渐渐过来讲吼，是那一个人呐、啊。虽然那个人是代表国家，啊，去用征服的是什么人？日本天皇。所以打败仗是日本天皇，但是其他的老百姓都在对迄个人，这渐渐过来足清楚，迄是征服者啊，这 conquer 这是用哈，会记得哦，这是一个单数哦，哈、哦，征服者是一个单数。啊，若讲有几个国家要安怎？有一个叫做主要征服者，主要占领全国，这就是渐渐发来这的规定。所以今日台湾地位的废弃，主要是台湾人无去研究渐渐发，啊，就渐渐就失败去啊，甲日本人嘛同款，啊，就反映了渐渐失败去，啊，失败就失败啊，啊，失败的时阵就记着人去啊，记着人通知啊，记着人侵占啊。1941年12月77日。日本天皇，我爱讲日本天皇是，其实这个战争以后哈，杜勒斯甲日本天皇有见面，见三百面。日本天皇改讲吼，战争唔是我发起的，是我的迄当阵伊的首相叫做东条英机啊，是伊发动的。因此呢，这个美国主要占领全国征服者，伊才决定讲吼，安尼东条英机啊，爱处分。但是日本天皇因决定讲不要对他处分，所以东条英机叫判死刑。啊，日本天皇啊，无受到处分。啊，但是无受到处分，伫波茨坦宣言内底有滴讲日本大日本帝国战败以后啊，未当予伊遮尔啊宽的土地，要甲伊局限伫四列岛、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甲九州。因此呢，日本啊。这个国家麦克阿瑟罗伯改修改宪法，修改宪法，和这个大日本帝国啊，变作另外一个国家，叫做日本国，日本政府。但是有几个所在，还可是原来大日本帝国的领土，北方四岛、琉球、台湾、澎湖，含这个也做边岸新南群岛。这几个所在，南海就对了。这几个所在仍然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统辖下、管辖下的土地。所以，日本政府、日本的现主席、新的日本政府、新的日本这个国家，和咱其他这些大日本帝国原来这些土地，已经是形成两个国家。这两个国家是国际法里底是叫做大日本帝国跟新日本国。
因此呢，有台湾人，伊讲我的老爸老母拢是日本人，我应该是日本人，这是正确，这是叫国际法来。啊，但是我今日唔是迄个日本的国籍，我是摕中国的国籍，所以我去告日本，你爱将这个日本国籍还我。但是自1982年的时候，日本的高等法院甲判讲，伊这个判决啦，啊，这个台湾人甲判讲输，日本的国籍唔免给这个日本人，啊，给这个台湾人。原因是倒，伊告的对象啊啦，告错了，伊爱告什么人？告大日本帝国，甚至告天皇。但是问题是对，天皇袂当告，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呢，所以你日本。国际法嘛，同款呢，有一个国家免诉，国家唔免受到诉讼的那种约束，所以日本天皇你告日本天皇无效，所以在这个所在，咱台湾地位这尼啊复杂的原因在这个所在，所以在这里内底啊，美国已经慢慢答应讲要甲咱斗阵来合作，来解决这个台湾的问题。啊，因为过去台湾人一直讲台湾要独立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美国讲哎奇怪。啊！你若已经独立的国家，啊，无你请问咧，你还搁咧拼啥？你台湾人搁咧拼啥？你独立未啊？你已经独立啦，所以你来看讲吼，民进党，我定咧讲，民进党根本就是吼假。这两天啊，自由时报讲啊，中国民进党，大清讲中华民国民进党的是啥物人？是我讲的。我当时你讲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大家人甲我骂咧。啊，你来乌白讲，中华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，你来看卖啊。伊讲咱。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啊，你啊看哈，中华民国民进党甲中国国民党有共款无？完全一样。中国，你看了知影，迄是中国。啊，中华民国，迄是中国的简称呢，叫中华民国嘛。所以，中国国民党甲中华民国民进党这两个是毋是拢中国？是啊。啊，所以你选啥？你选这个也是中国人，你选这个也是中国人，所以你选够有意义？无意义呢？你看看李登辉执政13年啊，其实13年啊，13年刷落去，陈水扁执政8年，这个21年内底拢连做伙呢，拢连的呢，无停呢。啊，陈水扁甲李登辉两个拢台湾人啊，啊，台湾人拼21年，拼到今日台湾的地位啊呐，退步嘛，无进步嘛。啊！你看看就知影讲，这个内底一定有问题啦。但是大家拢皆无看，问题伫倒。这个问题就是现主席，我伫要甲咱台湾人讲的。台湾的地位，你若无甲研究我清楚，你绝对无可能让咱台湾啊行出国际上。所以我要咱这个民政府啊，台湾民政府啊，上好的一点就是啥？咱已经国际化，咱含日本联络。咱和美国联络，咱甚至和欧洲嘛联络，所以咱欧洲有代表。咱和翁山书记、缅甸，哈、哦，咱和这个达赖、西藏、流亡政府，咱冇联络。咱和热比亚、新疆冇联络。咱和蒙古、外蒙古冇联络。咱和所有国家联络。其实，美国今日站出来挺台湾民政府的时阵啊，咱马上国际地位马上拍开。所以今年9月29、9月23、9月30，咱民政府派50名要去印度，要去达兰萨拉，要甲流亡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啊，要发表这个国书，同时要伫迄个所在啊举行记者会。这个记者会，你想讲，咱台湾民政府，咱敢有遐厉害？咱无遐厉害。咱的后边是啥物人？美国军事政府啊。美国人要来帮忙咱啊！我跟你讲，全世界拢同款，一个国家若要成立，一个国家若要独立，一个国家若要完成的时阵啊，一定要靠外国的国家来跟你斗相共。过去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来伫咱台湾的时阵啊，咱台湾人无可奈何，可比讲做兵。你知影中华民国伫咱台湾，伊上台，咱听人讲哦，伊1945年的10月份啊，入来台湾的时阵啊，伊有照规矩来。中华民国迄当时伫台湾设两个组织，一个叫做啥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啊，搁一个啥？台湾警备总部。台湾警备总部是啥物啊？就是中国的军政府啦，中国军事政府啦。啊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就是啥？台湾民政府啦，
所以中国人要入来台湾的以前，美国有跟他说，你要设两个组织哦，第一个组织叫做军政府，第二个叫做民政府，有啊，中华民国他也照这样做啊。但是问题他照这样做了后，这个里面演变在哪里？所以刚才开始的时候，他来占领台湾的时候，有叫我们去做兵吗？没有。那个时候的10月25号，他在我们台湾，在那个台北市的那个中山堂啊，创一个投降典礼。那个投降典礼啊，你如果看他在那个旗子挂，在那个中山堂的里面啊，挂四支旗子，挂美国，挂英国，挂这个中华民国，还挂一个什么？挂一个什么人？唔对啦，同盟国五个国家，哪五个是同盟国？你会记无？中华民国啦，中华民国、美国、英国，啊个这个叫做唔是法国，伊是流亡政府，啊个一个是苏联啦。啊，伊挂的时阵五个国家，但是挂四个旗，四个旗原因伫倒？因为法国啊，法国是流亡政府，流亡政府是美国甲伊协助。等于伊法国的所在，啊，所以伊上建款都多开始伫建立，所以伊挂四支旗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接受日本的刀，唔是讲袂当讲中华民国，是应该是叫做迄当阵派何应，这个叫做陈仪啊，陈仪来接受刀行，是接受日本的刀行，但是陈仪是代表啥？民军哦，唔是中华民国哦，民军哦，他是代表盟军，当时。中山堂的外口挂的旗啊是啥？你甲看哦，哦，这个彩色你看有啊？来，我给你看，这支旗啊，什么旗啊？美国旗有吧？啊，来画个飘拍花的。哦，来，你有看无？这有一个美国国旗，你有看无？啊，这嘛一支美国国旗。这两支旗啊，过去拢无人咧注意啦。当时哈。这个旗啊挂落的时阵哦，在1990年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啊做纪念日的时候呢，你那两支旗啊照常挂伫顶冠，是安那挂伫顶冠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那你讲你中华民国你庆祝什么日本投降啊？你挂美国旗，原因是倒？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美国是征服者，来，火甲拍好倒。问题来啦，美国咱拢点点。当时中华民国宣布讲台湾光复，美国有抗议无？有非常严重的抗议。迄当阵蒋介石阁派人去东京，伊当占领嘛，麦克阿瑟伫东京占领，还有一个盟军的总部，伊去说明。美国讲来，你蒋介石来讲，你是安那？你想要怎样宣布是光复节？他怎样说呢？他说我为了管理上的方便，那当时你有开罗宣言有说将来台湾这个土地要交给中华民国，有开罗宣言有说，但是开罗宣言说了后，那个宣言 declaration 啊，实际上是一个 claim， 一个主张啊，一个战争以前的主张，后来这个 claim 如果要实施就要用条约，和平条约若无定以前啊，迄拢无遵守。所以中华民国伊足大胆，伫1946年1月12日就共宣布讲 ，OK， 所有台湾的人民集体哦，听好，集体全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。咱的国籍是安尼叫变起的。伊公布的时阵，英国甲美国三摆白皮书抗议，伊讲我们永远不承认。这个白皮书到今天有效，伊无要甲伊承认啦，伊无承认讲台湾人拢变作中华民国国籍，所以有每一摆咱咧上课，有当仔伫外口咧甲人讲的时阵哦，伊讲你伫讲啥？啊，我身份证摕出来，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啊，我的钞票摕出来，中华民国钞票，安尼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吗？我讲你绝对唔是中华民国的人，迄张护照全世界拢未通呢，你的钞票嘛是同款呢。所以讲伊问题过来了。中华民国伫1945年10月25日共宣布讲台湾光复，你一个战败的所在，咱台湾是战败嘛，这应该无问题嘛。台湾是战败的所在，你免哪有光复啦？啊，这个战胜是啥物人伫战胜？
是中国迄个部分呐、啊。啊，中国敢有战胜？我定咧形容啊，讲即个中国啊，中华民国是战败的战胜国啦。啥物叫战败的战胜国？其实伊是战败呢，伊互日本拍拍拍拍拍拍到成都去啊呢，拍到四川去啊呢，剩最后的一个会面尔尔呢。哎、欸，迄两粒原子弹甲救着啊！迄两粒原子弹甲伊救着了后，中华民国才有起来。啊，伊即摆来占领，占领台湾。问题过来，你占领台湾的时阵，伊有照规矩哦。行政长官公署甲即个台湾警备总部有无？过去是警备总部的权限比行政长官公署较大呢。所以伊要掠人就掠人啊，伊军事占领啊，要甲你判死刑就判死刑啊。所以迄阵有白色恐怖有无？各位。1949年12月，哎、欸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成立呗。当时1949年10月初一，对不对？十月初一，毛泽东伫北京的天安门讲，伊讲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有无？表示讲中华民国要消灭去啊。啊，这边一消灭，就实际上伊要留两个岛，一个金门，啊，一个马祖。这两个都一流嘞，所以是安怎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无要进攻台湾，也袂当进攻台湾。安那，伊若进攻台湾，毋是内战哦，是国际战争哦。安那讲，台湾毋是伊的土地啊，你若打台湾就是侵略。所以毛泽东从以前到今日，毋敢来打台湾的原因是讲，会互全世界给消灭。我甲你讲，所以。中华民国，定定你甲恁讲，伊讲因为中华民国国军哦，伫防卫台湾哦，啊保护台湾呐，和中国唔敢来甲恁拍，胡说八道，完全的胡说八道。因为毛泽东唔敢打台湾，是怕引起啥？引起战争。你甲看823叛乱炮战就知影，伊敢若敢打金门，敢打马祖，越过金门马祖，唔敢打台湾呐，是安那唔敢打。伊若拍台湾，这毋是伊推的，这是内战哦，这跟内战无关哦，所以你放心。中国共产党绝对袂拍台湾，绝对唔敢拍台湾，拍台湾是国际的战争。安尼你就足清楚啊，你台湾的地位呢搞得很清楚啊，你就知影讲，共产党绝对袂摕台湾啦，绝对袂啦，我会当甲各位保证，绝对袂。伊若摕台湾，伊会倒，伊会去全世界甲消灭。国共党诶，1949年12月初三，中华民国宣布，中华民国迁都台北。即我昨日有甲讲伊讲诶，伊所谓的迁都台北，其实伫国际上伊诶名叫做 Chinese 台北，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我甲你讲，即个名绝对没有错。你若会晓电脑，你等于哦，你甲拍一个电脑，像是 Chinese 台北，拍英文诶啦，卖拍迄个汉字诶啦。用英文版 Chinese Taipei 下面就有一堆啦，还有一个啥 French London 啦、啊、比利金 London 啦、啊、Korea Shanghai 啦，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、哦、所发生的，就是去德国占领，走去英国的伦敦啦、啊、设立平民那个流亡政府。所以今天同样在对，就是说咱这个中这个不是咱啦，这个中华民国走来台湾、啊、是一个流亡政府，是完完全全的流亡政府。啊，流亡政府在国际法有一个规定，足会记了，你会记了，叫做流亡不可以在就地合法，袂当就地合法。这个真简单啊，西藏要就地合法，伫印度敢袂使哩？无可能嘛。法国就地合法在伦敦敢袂使哩？无可能嘛。啊，你也想看麦啊？全世界只有台湾五人而已，怎么说？法国流亡在伦敦，敢有叫英国人说，来了，你们来选我 法国的总统啊，敢不行？不行嘛。啊，印度流亡在印度，不是印度啦，那个西藏流亡在印度，敢有叫印度人来选西藏的总理，可以吗？不行。什么人选？是印度人，西藏人流亡在这个德兰沙拉这些西藏人选很主席流亡西藏的总理呢，这这么清楚。但是咱台湾人安那去选啊？台湾人足爱选的，啊，人互咱选举就足欢喜。过去选举拢啊有米数分好他摕，啊，落尾演变到500块，
啊嘛，搁一千块，甲最近这两年啊，听讲变到三千甲五千，啊嘛进步呢，方法进步呢。伊即马安那进步，你敢知？我给你钱，伊啊，伊若知影讲哦，你绝对袂选哦国民党哦，伊会干样啦？我给你五千块。甲选举前的两天哦，身份证交来我遮，卖去选。你讲美国唔知吗？美国知影，所以中华民国是会当所有的办法，伊咧保持伊的政权，用尽所有的办法，用钱买以后，佮用甲你怪，怪你来选举，惊啊！惊讲咱台湾人不爱甲伊选啊，想人不爱甲伊选。咱今仔上好咧家己吼，开个拒绝中华民国的选举啊！即摆甲你讲，你拿来选，啊，你若一票，我拢予你30块补贴。全世界无这种的制度呢。我当时甲美国讲的时阵，美国嘛惊一跳，啊，佮有迄个代志？我你去问啊，你去调查、啊。蔡英文，伊摕着六百零九万票，一票30块，1亿8000多万，第六第啊。马英九689万，第六第啊。唔是今日呢，过去就安尼啊呢。啊，政党一票50块，台联100几万，一票50块。每一年领5000几块的党的费用，我跟你讲，台湾人永远嘛是做伊奴隶，摕你的钱过来，给你，予你做奴隶，这是中国人伫咱台湾做的方法啦。你敢会知影？你唔知影？你嘛欢喜噶，足爱选的。你若叫你卖选哦，你会干嘛呢？哦，你林某某，你予共产党收买，你予国民党收买去。你若来上课，你就知影讲这所谓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各位，那照这款的情形，咱比不上波罗的海三小国了。波罗的海三小国当时和苏联占领，苏联嘛改办选举呢，和波罗的海三小国选总统呢。波罗的海当然伊是百几万人尔啦，伊都啊，大家联合起来，甲抵制。卖去选举，所以和伊个选举了啊，无到三成当票啊，所以全世界拢个发表讲，我们不承认。了后，波罗的海三小国因个民政府家己出来主办讲，来选台湾总诶，这个台湾总统，波罗的海的总统，安尼90%啊当票，安尼伊全建立伊家己国家。当时苏联看看未称诶，嘛是甲同意改。赞成讲，伊承认伊这个国家。台湾，你甲看即款的情形。有阵仔我想想的吼，我要甲当时咱只我都将这台湾人叫我请，叫伊去卖去当票。你想看卖啊？卖去当票会危险无？会危险无？绝对袂危险。无去当票，美军就入来。我会甲甲故意讲，100%美军就入来。搁讲起来。谁来美军一定爱入来？你美国是军事占领台湾的，坦白讲哦，顶礼拜我因为我每日我差不多每一礼拜两礼拜左右啊，拢会甲美国国安局、美国的 CIA， 我拢有滴用有滴通呐，有当也来台湾呐。包括这个这边吼，这个也做伫新加坡的迄个也做香格里拉饭店啦，开迄个国防部的会议啊。30个国家，照道理国防部部长拢来参加，但这边真奇怪，这边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去哦，伊派啥？伊派伊个军事下哦，一个教务长去。啊，即摆去开会哦，了后美国要转去的时阵啊，经过台湾，有发生一个代志。伫6月25的时阵啊，6月25，中华民国的空军和美国。的空军甲美国国安局啊开会，伊甲问中华民国的空军问讲：“喂，你们怎么知道 F-15、F-16这两种战机啊可以 upgrade， 可以升级？雷达系统要换，导弹系统要换，你哪会知呀？因为这款呢要 upgrade 这款代志啊，唔是所有国家，你想你敢会知呀？咱敢会知？咱无人知呀。雷达系统会当换。”你知影中华民国逼到无法度，中华民国安怎讲？中国共产党要求的，所以我甲各位讲，
美国本来讲，伊本来就卖不了台湾武器啊，唔是台湾啦，中华民国武器嘛。后尾啊，中华民国要甲 upgrade 嘛，未成啦。这边安尼吼，未成啦。啊，未成啊啦，美国足紧张的啦。美国所以特别甲咱台湾民政府讲，你听好清楚哦，伊甲安怎讲呢？哎，你们台湾民政府是政府，中华民国政府也是政府，但是是流亡的。目前中华民国的政府拥有管辖权，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的管台湾当局，令虽然现在没有管辖权，但是很准时是两个政府同时存在。流亡的中华民国的政府必然较关一丝啊，但是免烦恼，再不久，您台湾民政府的级数会比中华民国级数较高。坦白讲哦，我听了了哦，我有欢喜啦，但是哦，了我就烦恼啊。我烦恼啥？你知无？你知不知道我烦恼啥？哈？你敢知？无人啦，真正无人啦。哎、欸，一个政府干哈简单啊？哦，安尼在做家，安就变来创一个政府啊？有遐简单吗？无遐简单啦。美国本来就甲你要求爱4000名啦。啊，个身份证开始已经开始在发啦，发到今日2000几分尔尔啦。美国讲，你若训练4000名，你若身份证有一半的人来申请，我就向你借款。哎、欸，我哪有法度啦？那一半的偌济？650万，就是投票的，差不多1300万嘛，对不对？650万。啊、有法度，台湾人这么戆腿，哪有法度？啊，67年的教育啊，够遐简单？在座恁已经申请身份证，你举手我看麦，申请的，哦，手放了，未申请有啊？好，拜托恁申请呢。啊，来上个班申请，好奇怪，爱申请呢。啊，咱即马吼，将这个申请的工课哦。那個、要求甲降价，降价啥物嘛？你若规户用一分的，用一分的迄个也做藤本都会使。啊，你若要做居民呢，我免甲你审查，你若有原来身份证，我就发给你。但是你若要摕到公民呢，你就要用日本时代的迄个藤本，我就改做 TW。安、啊、有简单无？所以哦，我是希望讲哦，各位啊，当然啦，我有甲美国 complain 几下摆啦吼。我都无法度宣传，我都无钱啊。你无钱，来，你去点广告，我甲你出。所以6月2日，7个报纸拢装出来，半版，你有看到无？有无？敢那有效呢吼？大家拢有看嘛？啊，无看有啊？举手我看嘛。啊，无看到？你无看到报纸？你唔爱买报纸哦？哈哈，好，做迄日买无着哦，夭寿！你唔讲中华民国，国民党甲你收起来。好，买无着，等下吼。梁华，你迄个啊做，咱印的迄个吼，甲摕几千份拿起来，等下分互恁。啊？我变了变了，我拄啊订印的啦。铜板纸，板的位置不好。A 板够滑滑，板的位置不好。它是里面的，它是要分开的。安尼，我听你意思啊，叫美国讲吼，弄个头版头条啦。要那么多报的，因为联合报已经登过 OK 的，中国时报登过 OK 的。OK。人伊拢无看呢。安尼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啊过来，各位，你知影咱的台湾民政府官网无？知影也就。啊，唔知影举手。台湾民政府官网，即摆还阁唔知道，来拜托。王先生，民政府的官网，好出来。恁等于吼爱去注册啊，我先跟你讲啊。来，有啊，台湾民政府官网，你按注册，你知无？你拍出来啊，伊这個首页哈，来，你甲看啊，左边有一个注册，你看无？来，甲点嘞，点嘞出来，好来。即摆吼，第一个
电子邮件的地址，你的电子邮件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邮件地址嘛。啊，过来就是密码，啊，过来密码，佮重新迄、那个这两个密码是讲你家己定。问题伫遮啦，一加一等于多少啦？等于多少？啊，认为唔是二的加去玩法，二啦，无唔对啦。啊，有简单无？啊，有简单无？迄东西要设计的时阵哦，我用一个上简单的啦，啊，上简单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但一加一等于足其他唔知影啦，讲好王啦，吼、哦，哈，啥物答案拢有啦。哎呦，买名哦，无遐困难啦，一加一等于二啦，甲点咧吼，啊甲输入，啊就解决啦。啊，有简单无？拜托的哈。无啦，唔是啦，密码什么一加一？这个密码我讲一摆，密码这个密码你家己设定啦，你家己设定啦。啊，上简单啦，用恁家的电话号码就好啊啦。吼、哦，恁单位电话号码啦，啊后壁佫加两个英文哦，甚物话拢记在你啦。啊，这个甲这个爱共款啦，这两个拢共款啦。吼、哦，啊这个呢，一加一等于等于二啦。啊就，就按两个注册啊，啊去注册啦，各位，好唔好？好哈。啊，若无注册，巴肚疼，我想讲，你甲讲好。来，佫讲倒转啊。我昨晚发一个迄个 petition 给你有啊，迄个要诉愿，向奥巴马诉愿，迄个有啊。这个物件我有甲你写伫后边，要哪诉愿有啊？伫迄个电脑里，要哪入去美国的总统的网站，我有甲你教。拜托你若照迄个类，对噻。但是咱还袂发动的哦，会记得哈，还没有发动哦。发动的时阵，咱会通知各位讲，我们已经发动了，请各位点入去内底。踮咧奥巴马总统的网站，你就会当去讲话，啊？到位？啊，内底就写啊，内底有写最后一页，你看麦啊？对对对，来借过，最后一页你有看无？美国白宫请愿联署的步骤有无？我甲你，我讲这个故事给恁听啦。顶两日啦，哈，顶个月啦。因为这是规定，讲一个月内底，一个月里面要有25,000名联署，安尼美国总统就要处理啦。我问你咧，咱若真正安尼突然发动，你想讲25,000名有法度无？认为有法度，你家去看看，绝对无法度的啦。台湾人戆腿足多啦，咱即马来听课，咱训练的人员嘛才2,000名，何里搁加十倍啦？变成20,000名啦，嘛阁袂过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要安怎？安尼要安怎？单死，咱台湾人单死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好个举手。好，啊好啊。啊，若无爱单死，要安怎做？爱用头脑是毋是？召兵啦，爱去甲外口啦来召部队入来，啊要甲上面人召，要甲上面人。我甲你讲。你看，你看，有人讲啊对啊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要甲上照，你来甲我斗三工，我要甲靖国神社照。靖国神社，咱去年150去甲拜有啊，吼吼，对咱有够感动的啦。吼、哦，恁这台湾，因为靖国神社有30,000高清100名的台湾的英文伫内底啊。我去甲遐英文拜托，你来斗三工啊，啊遐英文甲我讲好，托办好我啦。欸，袂歹啊！你拢有良心呢吼。靖国神社吼，伊有登记的正会员有100,000名啦。啊，100,000名啦！我安尼真简单。咱即马吼，咱来发动600名去甲加入。啊，加入以后啊，咱就是正会员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咱就100,000名其中的人啊嘛，是不是？安尼好，100,000名，迄100,000名啊，就是咱600名加入以后，咱嘛是会员。100,000名嘛是咱台湾人的会员，对不对？对。发动，个人的人数，安尼有巧无？啊，各位，你有参加迄个靖国神社的会员，你举手我看。啊，无的举手我看。啊，你来检讨，你来检讨。啊，检讨，当然你会讲哦，参加迄个足贵的无？3,000块日票啦，3,000块日币啦。
啊，1200块啦，啊，真简单，我摕一个信封给你，你来这个底1200块，啊，后壁迄个名甲写写，地址写写，写写以后，咱建国神社一直接为美诶日本哦，寄一张迄个会员卡给你，哈，会员卡给你，安尼好冇？啊，拜托你甲楼卡讲吼，迄建国神社申请表吼、哦，摕起来好啊。嘿，阿伯吼，我等下发给你，啊，你等下会当用，啊，你也看吼、哦，咱即摆已经扣偌济啊，你知无？400名，我欠200个，所以我希望讲，咱在座各位吼、哦、来帮忙，啊是帮忙我啦，帮忙你家己啦。啊，那安尼时25000名吼、哦，我甲你讲，咱免一个月啦，我一礼拜甲结过。韩国人足厉害呢，韩国人吼、哦，甲美国总统讲吼。日本、韩国甲日本的中央有一个叫日本海有啊。韩国人甲美国总统讲哦，你为什么不要把那个日本海改成韩国海，或者改成东海？你知伊发动几人签无？10几万人签呐、啊，10几万人签呐、啊。韩国，我甲你讲哦，即卖战争哦，唔是靠人甲人战争，是靠啥？网络战争。啊，网络战争是啥？靠当地迄、那个国家的老百姓、人民的知识，即嘛是智慧战呐、啊。台湾人，你啊看会晓电脑的人有几个？台湾人讲足好个啦，啊拢袂晓用电脑啦。韩国人不然较散，但因差不多全韩国拢医化，拢总用电脑，国所有人拢有电脑，所有人拢会晓用。后摆咱台湾嘛要安尼做，政府的规定。伫电脑，拢伫电脑，伫恁家电脑都有啊。阿免讲什么什么机关啊，所以后摆民政府4000名有够啊，够了。我们不要40迄个40000名 ，no， 没遐济。政府的管理很简单，拢一丢拢用电脑。后摆人嘛无啥会犯罪呢，啊，若犯罪哦，咱台湾民政府改啥？鞭刑。我那就讲。你犯罪，把你抓去关，我搁把你饲，还搁请人来把你顾，搁起厝给你。啊，若伤大，搁讲哦要冷气，无迄个代志啦。我跟你讲啊，变形，今日犯罪，明仔就给你执行，去分局执行。拍一个，我跟你保证，你多一个会做一个月。变形，你有看无？喂，衫爱脱起来呢，拍落去地吼，尻川皮两片吼变4片。啊，这袂当超过5个，超过5个会死。所以一个月甲你拍5个，拄啊好，搁拍。啊，你看你会动的无？啊，若无几多用的嘛，同款。一礼拜，一个月甲你拍5个，我甲你讲啦，拍到第二摆你去自杀的啦。会安尼哦，我话你骗哦。你若像这种的情形，咱就两种啦，一种死刑，贪污的枪杀。犯罪变形，所有的监狱拢改掉，变成观光饭店。阿你哪会歹？非常好哎、欸，好不好？好。赞成的拍手。我感觉哦，恁拢有拍手哦。后摆拢袂当哦，若真正你实行哦，袂当甲攻击讲我没有人道哦。恁拢有拍手，恁拢赞成，是恁要求的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唔敢讲恁好吗？个个都唔敢讲，我若台湾民政府接着捐款，我若还佫伫咧啦。我甲你讲，我绝对要坚持。犯罪就佫较饲，就佫请人家顾，佫较起厝，要求啊，台湾要犯罪，对不对？无迄个代志啦，哈，绝对无迄个代志啦。两种的刑尔啦，死刑佮鞭刑安尼尔，其他咪啊。无几多行面啦，简单嘛，脚甲绑一个迄个凳子脚镣嘛，要走伊倒，免走啦，咱绝对有法度。嗨，哎，我即马讲伊对去，讲呢，这个台湾的地位较要紧啦，因为日本现出是这新日本甲大日本帝国是已经无共款啦，这是所以即马日本是另外一个新的国家。但是台湾这块土地还是属日本天皇的，问题是日本天皇现在不能说话，为什么不能说话？不是他的教，因为就今天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，第一条的美啊，严格来说就是什么？日本天皇将国事国家的事情
交给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啊，无形中啊，日本天皇啊已经无权力啊啦。但是无权力，唔是表示讲伊无责任、无义务呢？因为这块土地也是日本天皇的呀，所以美国有遵守，所以美国到今日为止，上咱迄两张图，你甲看恁的岛屏，你甲目睭甲举起来看，迄两边岛，第一个奥巴马，奥巴马是啥？就是征服者的传统的继承人，杜勒，这个叫做杜鲁门，一直接的，所谓总统一直接的，接到即马是奥巴马，所以奥巴马是台湾地区的征服者、征服者，他说了算。奥巴马说了算，隔壁那张图就是日本天皇的皇居，皇宫的所在。你给你暗示讲，这是日本天皇的。啊，日本天皇的，所以我跟日本人开玩笑啦，我跟安那开玩笑，我恁吼，恁这日本人吼，拢无咧尊重日本天皇啊啦。日本天皇即摆少年安那讲呢？我们要日本天皇做什么？伊也无咧工作啊，啊，伊无工作，伊的薪水，我都爱扣税金给伊。啊，你干脆把日本天皇废掉。够戆呢！日本天皇的土地，好，日本天皇的土地，那今日伊甲收回去，你所谓臣民到底要什么生活？迄敢那是吼，讲较歹势，敢那若要形容，这不一定正确啦，就像日本皇帝放高利贷同款啦，互你去做生意的，迄个土地呢？日本天皇的土地呢？啊，你讲，哎，啊那日本天皇，哎，自古以来。那对也就是引导的，啊，你有法度无？你无法度的。台湾嘛是同款，台湾伫1895年4月17号的马关条约内底，大清的大皇帝将台湾平和甲台湾周边的群岛，这个物件甲挂号永久挂号日本天皇，所以这个物件拢总共日本天皇的，但是迄个阵日本天皇敢有承认台湾人是伊的臣民 ？No， 他没有承认。伊是落尾啊，从台湾人1937年开始皇民化，渐渐，一直到1945年4月7日，迄个时阵啊，才将台湾人啊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。土地原来是已经伊个啊，但是迄当阵所有的人，则是变作伊个臣民。这经过是安尼来，讲较白的啦吼。啊，若安尼来讲，你就爱知影讲吼，日本天皇到底日本天皇伫法理上、法理上啊，就是咱台湾人的父母啦。讲较白就是安尼讲啊。啊，你无法度呢？啊，你就讲吼，啊，我不要可不可以？潘先生，你没有选择父母亲的权利。你从生出来，你就是你的老爸老母就固定的，你会当讲，哎、欸，我不爱，未使的。你很讨厌，可以吗？也不可以，拢要甲接受。问题伫这个所在啦。那有关伫这点，真济读国际法的人拢无法度理解。有关这点，真济人那个自我意识还阁足强的，人甲你教讲。人生而自由平等是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你的属性在这个地方 要显现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是怎样美国一直不爱跟你说你台湾的地位是什么？啊，我说，啊，美国说一句话就好，美国说哦，都跟你暗示，美国怎样，美国跟你暗示几次，2004年的10月25号，那个以前的国务卿鲍尔，他说什么？台湾中华民国不是主权，欸、台湾不是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。美国国防部、美国国务院说几次啊？台湾从来没有割让给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拥有台湾，说几次啊？美国拢各摆拢甲咱讲啥？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，从来就没有台湾是什么。所以高伟芬，咱若电视节目开播啊。我一定给他打一个广告，广告要给他想想，我不是我，逗点，你不是你，逗点，他更不是他。啊，你敢听有？啊，听有无？我听无，我嘛看无。你一定会讲一句话，
我不是我的我，您听有啊？您听有啊？听有牙齿王啊？听完出来给他解释一下，我听无，我也看无的。我不是我的我。其实伊讲这句的意思是啥？我唔是我的，我就是啥？确实啦。咱大家拢叫是讲，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叫是啦吼，我都唔是啦。咱叫是讲，我是台湾人，哎，我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你敢是？你绝对唔是啦。啊，你是台湾人是无唔对啦。啊，你有国籍无？无国籍。所以你若无国籍，你爱做兵无？啊，你就知影嘛。啊，所以你来看，咱自从过美国以后，2006年10月24日过美国到今日为止，美国所有发生的足济代志，咱拢先知。唔是讲台湾民政府有通天的本领呢，是因为美国予咱国家无法度啊呢。可比讲，马英九叫台湾人唔免去做兵，台湾人当时开始做兵，你敢知影？1949年12月开始第一批次，1949年第一梯次，12月。迄当阵是阮啊，是阮啊做兵，因为要反共。美国为着伊家己，要叫台湾人去做伊个反共的前锋，啊，所以美国点点，和中华民国要求台湾人去做兵。啊，我问你咧，台湾人无国籍，你做兵要效忠谁？没有呢，我们没有效忠的对象呢。啊，你没有效忠的对象，你做什么兵？所以咱个国以后，我甲美国的国务院、甲美国国防部讲，我甲讲，我若国家叫我去做兵，我要甲你奥巴马一定叫法尼要甲你谈，迄个谈和。所以马英九才讲，2014年以后，伊讲伊袂当一摆拢将兵甲停掉啦。所以由2001年开始啊，伊讲逐渐的降低啦。到今日为止。啊，不是中国1000多粒的飞弹向台湾吗？有改变吗？无改变啊！啊，在这个情势这么危急的时候，啊，免做兵，你敢听有？你台湾人敢听有？中华民国该讲为什么不要当兵？经费不够。喂，啊，中华民国对无去啊，啊，经费不够。不是经费不够啦。是违反战争法，违反国际法啦！你不能当兵啦！你若够叫台湾人做兵，我绝对够甲你告。我无你甲开玩笑呢。所以奥巴马即马因迄个政府嘛真惊咱呢。你唔免做兵，你唔免买军火。啊，有人讲啊，以前买咩啦？咩啦？准拄好吼，买无？你买无？你买无？我不买。你尽管给我，我再跟你讲。我即马先来跟你表示意见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今日无钱，我定你跟你讲18岁以上要给你一间厝啊，有个人佫不爱相信。即马不爱相信啊，我甲记起来，后摆我不爱给你。我即马吼，我想要安尼宣布啦，我因为吼，大家拢你敢看咱这个节目嘛吼。哎，稍等一下，讲。你若今日无摕身份证诶，接着证券迄一天，我要甲宣布，40万换一块。因为中华民国伫1949年6月15日，40000块甲咱换一块，你会记得无？会无？我嘛要报仇，40000换一块啦。啊，有身份证诶吼，一块换一块，安尼好无？新台票改名叫做正台币，一块等于美金一块，安尼好唔？有个人会靠死，连战靠死，吴伯雄靠死。喂，你40000换一块，我即马40000换一块，拄啊好尔呢，利息还甲算落呢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有当想到这吼、個，会气死呢。啊，想几波？好啊，你做你卖申请身份证啦。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你卖申请啦！时间吼，我甲你讲，因若无拜托迄有申请的，讲会、欸、拜托我钱给你，啊，你替我去换。你若做冤代志，清查我先来讲，迄叫贪污啦。安尼好唔？好，举手，好，好，拢好啊，拢好啊。
好，照呢执行。我唔相信你歪话身份证，你个懂吗？你个懂吗？我是来有哪感觉吼，美国一直变哦，我唔知变哪讲呢。比如讲吼，我坦白甲各位讲啊，咱的身份证唔是咱家做的呢，是美国做的，美国国防部做的呢。坦白讲吼，美国嘛是足困难的呢。要是哦，咱海美国海到要海呢，九个月以来，台湾人申请2000分呢。啊，那公司边啊，倒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倒？倒呢？好加在迄个公司啊，迄间公司做两个人，两个国家的身份证，一个国家是啥？科威特。所以我有一张科威特的身份证的样本。啊，国境另外一个国家是台湾。伊甲讲哦，啊，恁台湾人是安怎？有这么好的物件？啊，九个月才2000几分，夭壽哦！公司倒去啊，请七八个员工免啊生活，无可能啦！迄一只机器是几啊十亿呢，内底有密码呢，当然是有晶片啊！所以各位，大家斗三工好唔好啊？好，遮细声哦。好。我来看你遮细声，我就烦恼。所以吼、哦，我这个位吼足不爱啦，希望咱在座吼会当甲取代啦。我足不爱徛到遮讲遮啦。恁就知影讲我的无奈啦。虽然安尼来讲，外口的遐台湾人还佫戆的，还佫足济讲，敢有可能？啊，中华民国还佫坚强。我讲因准备要走，恁袂晓看吗？我讲一个例予你听。中华民国部队的 logo 拢已经无啊。迄当阵，为去年的7月7日，佮今年的6月30日。中华民国的 logo， 飞机也好，军舰也好，空军也好，所有遐 logo 拢除掉。对，中华民国伊讲叫做低四度啦。靠呀，我毋捌听过啥物叫低四度，拆掉讲叫做低四度啦。我讲一个例就好，新竹的空军啊，基地啊，内底有即、這个拢总哦，有三个中队，迄个幻象的迄个飞机啦，三个中队啦，一个中队17架啦，三个中队51架啦。在咱空，伫咧新店啊，啊新店哦，我问因内底人啦，内底我歹讲迄个人啦，我甲问讲，啊伊讲用命令哦，命令讲叫因从迄个飞机顶悬的迄个哈，迄个 logo 哦，爱甲拆掉啦。啊我讲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啊人叫你拆掉，你就拆掉，拆掉。啊你若飞去吼，啊你只飞机万一去出代志，啊是变哪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建车。拢无拢无去，飞弹本来有一个 logo 有啊，本来讲要摕去太平岛有啊 ，AIT 出来甲动 ，no， 袂让去，啥也袂让去，伊若无迄个 logo 的飞弹甲摕去吼，变作海盗行为，变作海盗行为呢，所以唔敢去啊，所以你甲看，中华民国已经准备要离开，伊所有军队的迄顶帽啊，迄、那个 logo 啊，无去啊呢，伊迄个。青天白日满地，迄个青天白日迄念哦，已经无诶。即马啥物人有？台湾民政府会有啦。咱迄顶无啊，你有无？哦，咱迄顶无啊有啦。哦，迄顶无啊，咱有啊。你看无？照我一个啦。有无？咱会有啦。啊，你啊看无？昨啊，昨日啊吼，昨日即个日本的自卫队来啦，咱互伊检阅啦。咱的迄个黑熊部队啊，排甲直直直，遐日本的自卫队惊着呢。迄个少将哦，讲哦，啊，咱迄个执行班长哦，因为以前中国国民党迄种啊，伊参加迄个阅兵哦，指挥官呢，嚯，人足多的，啊，足缘投的，啊，发口令足标准的，遐自卫队惊着呢。啊，甲问讲，头问讲，啊，恁训练偌久？我已经训练两冬，是中华民国去咱训练，做兵那两冬嘛，有无？我们训练2年，哦，很好呢，安尼打数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们乌心啦，啊，本来吼，这个影片我讲，我你考虑讲，我可不可以上去？我就问美国啊，我们那个部队那个影片可不可以上去？美国讲哦。你在怕什么？你是政府吗？你为什么不能上？上啊！
上。我跟你讲，咱不是政党嘞，我讲一摆，台湾民政府不是政党啊，我们是政府啦，会记得啊，你不要妄自菲薄啦，咱是政府呢，家己鼓励一下。恁今日拢超好运啦，会当来遮上课。我再讲一摆，我们不是政党，我们是政府。啊，你本来拄啊开始的时阵，一年半啊，伊拄啊开始，你会惊无来，迄嘛我会当了解啦。你伫惊的时阵，大家讲讲台湾民进会去用掠个叛乱组织，安安了，啊，我甲美国讲，美国讲，安尼顶报纸，报纸顶出来，啊，你就安心啊嘛。啊，即嘛足侪台湾人讲无可能，啊好，美国讲安尼好，安尼无上电视。所以电视到位出来的时候，拜托的哈，大家去看哈，增加予伊收视率较好嘞，好唔好？好唔好啊？上好啊！领导隔壁出去买，搁大家去看啊，去看啊，予迄个八点到九点的时候，拢总去看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节目啦。这个节目我来要甲合作台湾民政府，安尼有搞无？咱唔免甲中华民国对呛，但是我著照路行。咱所有诶拢一步一步拢照起工行，未恁未去用掠去免烦恼啦。啊，我阁看看当当法律。我头来讲几个例好，互恁知影吼。美国咱国国咧国咧啊吼，你啊看吼 ，I-94 要入美国，入境美国有一个 I-94 哇，爱填表啊。以前伫美国诶时阵，美国会讲叫你填一个中国。台湾有啊，啊日本的居留卡嘛是加一个中国台湾有无？咱去甲过了，第一还未发布的前一礼拜，我伫这个所在同款一只，我讲后礼拜开始，日本、美国拢改台湾，有改无？拢改，你有看嘛？报纸有嘛？啊，知影人也去我看，吼、哦，无啥人知呢。好啦，对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咱伫伊啊届以前的一礼拜，我徛一只，我就已经宣布。今年旧年年底12月31日，我伫忘年会前外面头前讲，马英九要赢蔡英文80万票。我伫讲的时候，有几个人相信？无人相信啊！唔敢讲无人啊，且一半以上相信，一半无相信啊。啊，选举结果安那？赢几票？80万，拄啊好。安有搞无？唔是我搞啦，我嘛去甲美国讲啊。你若发宣布唔对啊，台湾民进党倒呢，伊讲你做你宣布，是足搞的呢。伊每一摆讲拢足准的，因为台湾内底有 CIA 2000名啦。啊，所以有人你讲哦，哇，即个中国人伫内底足多呢，伫咱台湾内底秘足多呢，会安怎呢？免烦恼啦，美国掌控全部啦。真正掌控全部啦！咱的外口有一个停机坪，你有看无？直升机的停机坪有无？安那要创起？为什么？你想嘛知影？外海美国的军舰偌济？所以中华民国敢对咱安怎？我甲你保证，唔免三分钟就入来。迄路线，迄个派落到，迄个驾驶嘛来看，安那飞，安那降落。咱外口已经停，一旦停三架战斗直升机了。美国已经保护到安尼啊，啊台湾人外口还佫推推佫一堆呢，敢有可能？我甲你讲，台湾要变天一天尔啦，一天尔啦。迄免烦恼电视啦，电视时到遐总经理拢是在座各位见出来啦，你去看，好唔好？袂使贪污嘛！你唔通讲吼，甲陈水扁同款，哇，这块足好个呢，油细细，袂使吓，我阁讲一摆哈。你的薪水我甲你讲，三倍以上，现主席三倍以上，但你唔通贪污。你有钱，有厝，你贪污要死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每年阁有两个月休困。去国外去佚佗去游览，对不对？你贪污要创啥？唔通贪污啦，真正唔通啦。我阁讲一摆，有厝好你，啊有钱好你，
嫁迄个囝吼，加生贵也较有影啦。台湾即马老化啦，即马像我七六十几岁吼，哇，占足多数的呢。爱靠吼，咱这少年啊吼，加生贵啊。后摆我甲你保证，足侪人拢要来带到台湾。中国嘛是同款，所以我们迄当时你甲教伊讲嘛吼，我台湾这个品种要甲改，要哪改你知无？你有看我讲的电视演讲，你有看无？我要哪改你知无？你知哦？安怎改？啊？我讲得好呀，啊要听无？要听举手。啊，有人无举手，所以我不爱讲。我讲样，咱来即阵马上派代表。去西欧、甲东欧迄边，金塔摩的查甫查某，十六岁以上，甲二十二岁者，互因来台湾读册，互因来嫁台湾人，还是讲娶台湾人？你若来遮读册，政府互你奖学金；你若嫁互台湾人，政府互你厝，安尼因袂无？绝对袂，我无骗你。啊，若绝对袂的时阵吼，台湾的品种安那？改变，后摆中国来讲，要求安尼拢金头毛诶，安拢讲英文，安尼中国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对。安有理无？你拍手诶，拢无机会啦，你妈呢啦？少年啊，才有机会啦。即马拍手拢，咱拢无机会啦。但是恁诶后生拢有机会啦，吼、哦，恁诶后生拢有机会。但是咱中诶会少见诶啦，吼。啊！那遐死中国迄种诶文化，我无爱啦。嘿，中国人有啥物好处？你甲我讲，我甲看看，中国人干呐碰风尔，对不对？啊，报纸，中国人诶报纸嘛是干，所以我讲后摆吼，后摆吼，你遐所有媒体遐甲我听好清楚啊！你拄仔你讲中国偌强诶吼，我拢甲你送上过，你去强诶国家，你免来台湾。咱台湾吼，我相信啊吼。台湾民政府的执政，绝对是要让它变成四百年来，让台湾人可以在这个土地上过了就真正幸福的日子。啊，如果现在是现在，扣二座的都是台湾人，在公园、在散步、在市郊的都是中国人。对啦，我知影恁拢吼，即马大家对十八分足反感吼。我相信在座嘛足侪领十八趴啦。不过安尼啦吼，安尼啦，因既然是伫中华民国的服务吼，啊，这个功劳你也卖甲讲不对啦吼，因为好的人嘛是真多啦。领十八趴的人，足简单的听清楚。你若要继续领十八趴，我们同意。但是恁囝，迄间厝袂当领，啊有理无？迄间厝啊，十八岁以上有厝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已经有十八趴，我都去买厝啊嘛，所以袂当分厝。若无领十八趴的人，你就会当分这间厝。啊，你若领十八趴的人，取消资格，安尼好唔好？免偌久，大拢怪台湾人死鬼派啊！我甲你骗，绝对死鬼派，台湾人绝对死鬼派啦。啊嘛惊死啦！啊，其实惊死是。一种的全世界大家拢惊死啦，所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奥多新贝啊、后藤新平啊，第三任的日本的迄个做民政长官，伊讲啊，伊讲吼，对咱台湾人很简单啊，台湾人吼、哦、爱做官，啊惊死，爱钱，啊这三项呐，该开吼，啊台湾就变啊，啊所以你要看，现主席你中华民国遐官遐台湾人拢是这些这款型的，啊想要选举，就是要贪污嘛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对一个人讲，伊选举了后，伊讲我真正伫替咱台湾人服务的，敢有？我无看，所以你袂感觉真奇怪吗？有啦，真少啦。你袂感觉真奇怪？咱民政府伫受训的这些人，拢毋是政治顶端的遐台面的人物。我们不要啊！为什么不要？你已经伫中华民国体制已经受到歹习惯啦，过一摆会害啦。啊，但是中国人足厉害哦！甲咱台湾人灌输思想讲哦，恁台湾人袂晓做官，恁台湾人毋捌做官，所以恁若做官会做甲真歹。各位，恁做官会做甲会歹无？啊，即摆甲你笑啊！啊，你台湾参加台湾民政府，拢是要做官的啦。我甲各位讲，你也甲回答，是，我要做官，我要做为台湾的好官，好无？
你免你免惊，唔通中着因个计。因甲你讲哦，因即摆开始制造谣言了。哦，你去民政府去受训哦，拢是要做官，无唔对。各位，恁就是要做官，咱就是要做好个官，咱就是为着台湾的幸福，咱要做真好个官。所以呢，我嘛要甲各位讲，我每一期拢我讲，各位恁若受训。以后卖讲吼，站的位置吼，啊，就拢永远不爱落来，唔通，给台湾人机会，给少年人机会，鼓励因，提拔因。所以我，咱的总理，咱的议长，我都有讲，这个政权以后好了，真短时间，我们就会退下来。尤其是我，这个政权我都要退啊，因为吼，我这几年吼受的委屈哦很多了啦。我吼真的是骂不还口呢，你要帮罗吼一开始安尼骂我七十条的罪状呢，啊有够无？有够无？我甲讲，骂我甲一百条的台湾的积着政权啦，啊我积着政权哦，迄阵我才来报复啦，我嘛算小人啦，我甲你讲，你是靠你讲我的歹话，我会甲你叫法院甲你审判，一条一条甲你审，啊若无影一项哦拍五个就好啦。一百条爱拍几个？五百个，夭壽哦！一个月拍五个，啊，看要拍偌久就好。迄若无自杀，我随在你。我只讲笑啦，但是伊会惊啦，伊拢伫看我的网络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伫这两个月以前正式伫个中央常务委员会来咧宣布，民进党已经被我们消灭，就是共。那个中国甲消灭，但是现在又起来一个比民进党更强十倍政党，不是政党啊，团体啦，叫做台湾民政府。后面那句话更加趣味，美国军方在做后盾，没有错啊。台湾民政府的上头是什么人？不是没人呢，那不是最大呢，那台湾民政府的上头是美国军政府呢。啊，美国军政府，大家说，我都没看，你别烦恼。年底上班马尼列车，美国军政府在台湾登陆。我估计哈，差不多上少八千加两万名啦。啊，这个八千加两万名，而且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之外，伊要食饭呢，啊，要食什么物件？食牛肉呢？啊，所以这个瘦肉精，我老早我徛伫遮有讲过，我绝对过。啊、有过无？有过无？过啊嘛！63票，比什么46票啦？这啦，是安怎？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地，你台湾人吃牛肉嘛无偌济，台湾的猪肉的毒素是比牛肉低2000倍啦。啊，这民进党推啊民的啦，国民党提供资料讲，你甲话讲哦，为了台湾人的健康哦，不要让他进口牛肉。台湾人吃牛肉，那比例不高呢。全世界欧洲400票对11票会当入去，欧洲、日本、韩国拢会当入去，独独干那台湾国民党你甲民进党消遣，叫伊去来动。啊，即马不到尾啊，我直接安尼讲几下摆你啊，遐民进党即马开始就知影啦。遐强硬派落尾安那，拢点点呢，拢点点呢。洪利用的不知道啦，不知道来问我，我会跟他说过去啦，牛肉过啦，也不是这样而已。如果去掉免做兵，刷进去买入去美国，给改做台湾，时机到了啦，骗台湾人骗67天了啦，好不容易要政权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真的怕呢，无够人啊！会烦恼无？当然烦恼呢。你唔通想讲政府真简单呢？政府足无简单。阿扁啊，伫调的时阵，你啊看中华民国改定死的嘛？伊敢那政府官伫换，啊下骹无爱听你的命令，啊政府官佫贪污，啊多死倒。所以，咱若民政府接着政权的时阵，我佫讲一摆，强硬的宣誓。什么人贪污？什么人清算？绝对绝不宽待。现在是中华民国体制100万的经费啊，拢用偌济？30万尔，70万的第六个。
大家都去欢迎呢。你来看咱的马路，永远袂平啊！啊，你日本甲看，咱日本的马路呐，平平平啊，拢贪污啊！啊，有的我嘛捌的迄个建筑商甲我讲啊，伊讲哦，啊我标这个工费不唔对了，5000万啊，5000万摕到啊先分30%出去啦。啊，即嘛30%，伊就搁加哦下包，啊下包搁哦下包，包到尾啊，干那台湾人伫做苦工尔啦。台湾人太戆的代志太济咧，台湾人唔知影流亡的中国人伫台湾，伊是流亡是难民呢。啊难民，咱就爱互伊厝住。台湾人敢有好心到即款的程度，同情心呢？刷入去伊呐，即摆迄个。眷村啊，派去的时阵，就搁修理，搁顶起，起起的，伊无要住，搁甲你卖掉。啊，明明都70-80岁啊，搁去中国去娶少年某。啊，伊若死以后，咱台湾人搁甲饲某，饲一世人，薪水的一半。啊，中国人来台湾，拢找遐老外伫嫁一个换一个，啊，嫁一个财产就拢变做伊的。中国人去赚钱足简单的。啊，台湾人做苦工啦，做捡二纸啦。唉，实在我想讲吼，我以前若讲到遮，我真正拄啊几句讲到遮，目屎拢要淋个。我有当时咧讲到尾啊吼，我讲袂落去。台湾人遮戆啊！但是你讲遮戆，我若甲你讲，毋通去选举哦，你要听无？要听你举手我看。会有良心哦，你若要你真正听，你来讲讲迄落哦。我跟你讲啦，其实哦，你嘛不一定听啦。哎呦，阮阿伯的后生伫选，我哪会使无选予伊？啊，这边是阮四姐妹后生嘛要选呢。啊，若无选予伊，啊，选了中国国民党，啊，中国国民党拢调了了伊呢。我直接甲各位保证，投票率若降落50%以下。美国一定入来，咱做袂到啦，免臭屁啦，做袂到啦。咱唯一做会到的啥物？较紧的训练4000名啦，较紧的身份证做啦。其实美国即摆比咱较紧张啊啦，即摆话咱吼无伫紧张啦，啊呐，啊台湾人讲啊你台湾民众得着政权，啊我嘛会得着啦。无唔对呢，足巧诶，拢捡山啊！老早吼，伊拢坐伫山啊，脚伫等啊啦。啊，你叫伊讲吼，来，迄个除草啦、施肥啊，无人买啦。我安尼讲有理无？真正呢，拢伫等迄个山啊落来呢。啊，山啊会落来无？一定会落。早落甲万落尔啦。是啦，问题是讲吼，唔知要当一只鱼啦。招较济好啦，好啦，啊，一人介绍一个啦，好唔好？好。卖讲好啊，你拢做袂到，卖甲我骗啦。好，你做会到，你举手我看。好啊。真的假的？你拢甲讲我欢喜尔啦。我吼为第一句话到即摆吼，是不是嘛？迄足可能啊，一句十几个。啊，阿不然吼，迄个头家吼，十几个月了钱了死，我怀疑很，人伊嘛是加紧加加咧吼，伫做。啊，其中咱人看讲是35啦，其实是用51期啊啦，你51期内底吼，十几个吼，嘛有4-5届拢是十几个呢。你甲看迄相片就知影，咱翕相有啊，十几个几啊届呢？啊，十几个你看迄敢有够？迄敢有够成本？无呢？好佳哉！迄个时阵，拄仔开始咱咧训练时，美国咧讲的时阵吼，啊，这个姚先生是安怎来？我甲恁讲，伊吼，伊本来是台大医院的迄个总务主任啦，啊，有大无？有大无？足大个，我袂骗。迄当阵吼，佫是迄个威权时代吼，大官若要看病吼，找无病床吼，找甚物人上较有效？毋是找医生呢，找迄总务主任呢。因为伊经费逼伊去签的啊，大家医生嘛爱甲拜托伊啊，上有效啦。
啊，伊吼，落尾啊，伊嘛退休啦。啊，退休的时阵吼，先讲这栋厝啦，这栋厝是安怎来？伊讲伊去予李廷辉骗去啦。李廷辉甲伊讲吼，来来来，我摕一千万予你，你去起吼，予遐老贼咧住，予因退休，因为遮袂歹嘛，后壁山嘛，对无？甲李廷辉咧讲啊吼，太唔好。好啊，伊就钱甲落来啊。无啦，闽南个大个所在，休闲的地方啦，即、這个所在啦。去了伊才知影，去这栋厝爱开偌济钱，一千块有够无？有够无？无够啦，爱开偌济？一亿六千万啦！伊开一亿六千万啦！啊，怎开开讲个？迄老太婆来住啦，另外去甲起伫对啦，迄、那个什么什么山庄遐啦。啊，所以有真侪人要甲租这个所在，要去做啥？伊拢无爱哦。长荣公司、长荣航空要甲租一个月50万啦，要予迄个空中小姐住遮啦，因为离机场较近嘛。伊无爱。啊，伊呢？伊有一摆吼，伊朋友招伊听我演讲。啊，这个人吼，每一摆我咧演讲时，拢坐到上后壁，啊，拢袂讲话哦，拢伫后壁。连续，我即马即演讲煞，我就讲啊，我后场要伫对，安就讲好伫对。对我听我演讲，听三摆，伊主动来找我。林先生，我有一栋厝，有一块地，我愿意交予你来使用。那，甲你讲，你要相信无？你要相信无？我绝对无要相信的。我当迄客气嘛哈。啊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啊，我都袂记了。哎，第四摆过来，第五摆过来，哎，连续呢，啊连续了，我就感觉讲，啊无安尼啦，迄、那个咱的一个美国转来的郑先生，我诶郑先生，哎，我无用，你去甲看啦，啊伊就真正去来甲看，看看了，伊就讲，哎，你不是，敢若有影呢？啊你谁来？叫我谁来？我都无车咧。我都无车呢吼，伊讲我叫人去甲你载，啊，甲我载载啦。本来只拢房间啦，只拢房间。我看看，我讲，嗯，好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你只我若要做教训吼，无适用啦。啊，你拢房间，即大家拢房间，啊，要哪创？伊讲啊那呢，要哪用较好？我讲你若要吼，啊，即爱讲掉吼，讲掉呢。伊讲你去讲，我唔敢讲。讲你家己，我背未起。哎，阿你有冇登记？第三天叫人打电话好啊。林先生，你过来看。我来看，我吓一跳呢。伊好笑啊，讲了了啦。你家己讲的啦，啥工人家己讲啦？哦，我感觉我才知影讲，哎，这人是讲真的。啊，所以当初咱拄啊开始的时，咱无去个人告美国嘛哈。到美国以后，咱有一群人吼，定在咧斗阵吼。啊，美国讲话，啊，恁爱开迄训练班啊，啊，互台湾人知影，啊，就开会啊。有足侪人甲我提议讲，咱咧租饭店嘛，吼，啊，反正都爱收费嘛，吼，啊，租饭店来去受训就好嘛。有你无？有啊，饭店有你啊，冷气也好好啊，讲完你也免甲整理啊，头歪了就出去啊。啊，有赞无？足赞的。但是呢，他咪讲，迄阵我做歹人，我唔通安尼做。啊，来姚先生那里，咱钱咱卖收，予姚先生去收，但是家要求，咱要创啥物话，叫姚先生哦去创，因为我知影讲哦，收的钱绝对无够啊。啊，有八查某囝呢，啊，八查某囝拢嫁翁拢嫁了袂歹呢，后医生后啥，哦，伊主任嘛吼。姚先生肯帮忙，安尼开始，才真正伊马上装潢哦。咱为第一届来遮吼，你看第一届是温度几度无？六度啦。所以咱所有的大个房间哦，拢是重新装潢、重新弄过嘞。啊，迄人用睡袋无唔对，哦，你真袂歹哦，你个有看，迄人吼。咱讲诶，为了那个卫生起见哦，嘛有啦，啊主要是啥，无钱啦，吼，大家拢
摕迄个睡袋嘛，我嘛去买一个睡袋800块，六度800块的睡袋无效啦，夭寿，他甲挂一个，规暗拢无困，咱头一届70几个，所以迄是第一期的啦，所以即摆大家拢想讲第一期拢足，家己感觉讲吼很安慰的，迄第一期的70几个人用睡袋，咱是安尼一步一步经过这个泥洼出来，才有今日这款的规模。啊，本来迄个涂骹嘛是吼，嘛毋是淡仔干呢，涂骹嘛是迄个普通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。那落雨的时阵吼，要是迄个路拢落干埋呢，迄皮内面拢土土呢，啊，即摆拢创好啊。啊，大门嘛是安尼甲起起来，所以恁即摆所看的，甲一年前吼是截然不同，截然不同。所以各位啦，恁拢足幸运，啊，搁恁幸运幸运伫对啦，恁来有冷气呢，冷气还真能改呢。我以前你也想我这个天无冷气，我都爱穿西装演讲，因为我有跟那个总理讲吼，学员会当凊彩穿，咱吼台湾人爱表现爱穿啊，穿西装。所以我以前先生啦演讲安尼两点钟过落去，我讲衫拢用穿的呢，拢水拢干。所以啊，你啊看拢咱是偌尼啊艰苦，所以有咱想想，你讲哦，啊做。啊！台湾民政府的执政以后，都爱说：“我不爱，我不干了，我要退休了。”哇！恁去，你们要来了，恁这少年爱来做啊！安尼好冇？再说一下先呢。要继续干。我甲各位讲啊，这个人我的学弟啦，你恰恰有大家看咧。欸，你老按意思，我的学弟啊，我你们讲，你们好像我老就对啦，伊我的学弟啦，啊真无简单嘞，伊原来拢阿调到到全部对，我读初中读大同啊建中，伊拢知影嘞，吼、哦，伊拢知影嘞，可见哦去调查我，其实调查我的人足多啦，唔是干那伊一个啦。啊，你好啦，迄、那个。我今日我甲各位讲，就是讲，咱上课吼三工啊两暗两暝，但是三工两暝，你着对台湾的论述拢清楚吗？我讲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所以你一定爱买册去看。哦，我讲过吧，啊恁呢爱去注册，伫迄个网迄个台湾民政府官网官方的官吼官网爱去注册。差不多两三工左右，我拢会有一篇新的文章出来。啊，所有的消息拢公布伫遐。啊，每礼拜，每一届授训的礼拜迄一天，各位恁会当来，吼、哦，会当来听最新的消息。礼拜天的下午，啊，同时呢，12月20号是咱国台要出200个去日本的靖，迄个靖国神社，甲日本天皇接收，啊，搁去日本要行街头。我希望各位来参加，因为12月20甲24多 Christmas。迄个啊，做圣诞节，圣诞节的时阵当然较贵。啊，咱是因为迄个头家是咱的支持者，所以伊无赚咱的钱，38000块钱。咱出去住6000的饭店，大家拢住伫遐。啊，最后一天要去迄个温泉的迄个会馆吼，啊，会当讲一摆吼，得200几个，甲日本人安尼300个吼，一个大的餐厅。啊，所以这是即摆日本吼已经拢知影咱这个论述啊。当时日本哦，嘛已经甲咱答应讲，每一个月，那每一摆有20个日本的少年的大学生，查甫查某，伊要甲伊送来咱遮上课。咱这边嘛是同款，我嘛是规定讲，30岁以下的男女未婚，跟他们在一起上课。伫这即个所在，每一届拢是5天4夜，啊，费用真俗。咱干那食饭钱吼，啊，即个补贴人即个尤先生一点。安尼，我相信，那安尼一届一届甲训练哦，后摆咱甲日本的关系会真好。啊，同时呢，咱日本、咱台湾民政府嘛去帮忙，要伫这东京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立去，要帮忙台湾的农产品，请迄个卖去哦日本。啊，我相信呢，咱这个民政府一步一步一直进步啊。中华民国无要做的，咱要做；中华民国无法做做的，咱会当来做。所以呢，安尼时呢，我相信会更加速。台湾民政府来接到这个捐款，啊，稍等下呢，3:30的时候哦，要翕相，大家一定爱去翕，哈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，咱的议长已经到位啊，哈、哦，咱无要下课，
咱刷的就是要议长吼，要甲大家讲一个迄、那个啊，即、這个这边吼，这边的上课的迄个结业式。啊，当时呢，因为各位无机会上到迄个高级班，但是会有机会。迄、那个即、這个机会是当时我唔知啊，就是各州的州长然后提出要求的时阵，我们就会因为各州的州长的要求开设高级班。开设高级班的目的，就是在所有的内阁参议院的议员、甲州内阁、甲这个做州的参议会，拢爱受到高级训练班的训练。所以呢，咱伫网顶我们会公告。啊，若公告的时阵你这样甲州长报名。啊嘛，讲国家讲一摆就讲各位吼，尽量虽然是直接结束，但是你要爱随时甲你的州长保持联系，当然恁的资料。你有的人哦，电话号码乌白留啦，全无法度跟你联络啦，这么就变成失联。所以差不多每差不多两礼拜还是一礼拜，咱的民政府中央办公室拢会跟你通知，会拍一个简讯给你。不会看简讯的有无？举手我看麦，袂晓看电迄、那个手机的简讯的有无？拢会啦吼。啊，你即摆干呐欠一项尔，就是电脑，电脑看去倒，啊看去注册，安尼好冇？安尼，今日外口要讲到这，要结束。啊，卖离婚哦，因为啊，做咱的，因为总理的妈妈，总理的妈妈吼，即马是九十几岁啦。啊，即马呢，为迄个安宁病房转去，安宁病房恁听有啦吼？哎，转去伫啊做中华，所以伊就无多来参加。啊，所以这边吼，啊拜托迄个咱的议长来举行。啊，我今日去吼，上到这个所在，来多谢各位，谢谢。자기립기립자제